enjoy it. Ah.
哦，你的房子很好吃，是有啊。哦，我就不懂得怎么吃这种东西。啊？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吃欣赏那个东西。要欣赏吗？欣赏一下。我吃了咯。你是人难的，一个人试一下。吃了。那个猪头皮那些。喜欢吃就可以。你试一下啦。有些地方很少有猪头皮肉。哦，是咯。大声比较多容易出猪头皮。 你没吃过，你试一下啦，不要钱了吗？我刚才我叫了一碗渣渣的来吃。吃不惯人就不觉得不好吃。这边有米有什么人了？现在广东人客人就是这样子吃。不过在这种地方呢，人还是不错，算是很多人了。嗯，算是很多人。哦。全部吃了几十年了，吃那个味道罢了。吃那个味道。 老招牌吗？嗯。我刚才人家一到另外一个，他讲他读小学是到现在哦。我十四岁，就是去住的。我们是芒果，是本家乡是芒邑嘛。啊，芒邑。芒邑，然后我在芒邑读了小学六年级，就来家乡这边住十多天。啊。住到现在，现在我的猪都会。差不多一差不多是到一个月来吃一次还是什么？没有了，我们读书，每天就来这边住，就吃。哦。然后没有东西吃，来过来吃。 那现在我就十多岁了，他有他的顾客哦。我十多岁就吃到现在。直到现在十多岁。哇，那个卖鸡饭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。这边那个卖鸡饭。哦，那鸡饭也是很出名啊。有一个最后那家卖家里的也是一样的。那个就好吃。就是卖早上家里面的。哦，早上家里面。那他们两个是一般的嘛，这些大吃下的。